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，带您关心中天换照未过下架52台之后最新消息，带您掌握。这空屏超过三个半月，就在今天31号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通过了中嘉等15系统业者的申请，以华视新闻资讯台进驻52台，未来将会有 124.5 万收视户可以收看。而华视承诺将在未来三年增加员工数到400人，最快在4月13号就可以看见华视进驻。但之前 NCC 主委陈耀祥他不避讳力挺华视的立场，现在也受到了质疑。